我希望汪小菲不要再说这不是你了。那臭虫上身了，兰姐啪就给他弹了。张兰暗讽张莹莹是臭虫，汪小菲不忍反击了。嘿宝宝，嘿宝贝儿，咱们中国有句老话，一咒十年旺，你越咒别人，人家越旺。汪小菲最近旺旺旺，多亏妈妈张兰威武，全力护航的兰姐，对于儿子被质疑和小14岁的女星张莹莹一起去夜店喝酒、爬山、海南岛过年、爱的野餐、同居，一概否认。刚刚看了一个新闻，说我们和这个什么什么一起来度假啊。我觉得都是天大的笑话，我跟儿子做人做事儿不是那么龌龊，也不是那么缺德没底线的人啊，所以呢，那些造谣诽谤的哈，兰姐奉劝您一句，要遵纪守法，不要误导别人。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。兰姐还在直播暗指张莹莹跟汪小菲不配呢。哎，他是都什么叫配合不配？沾边都不能沾边，知道吗？臭虫一个，臭虫一个，有什么不敢公开的？那臭虫上身了，兰姐啪就给他弹了。有什么可不敢公开的？真是要一个好女人，有什么不敢公开的？宝贝儿，撑的你们都，小黑粉，谁告你的同居了？谁告你的？一个正常的人愿意家里招臭虫吗？宝贝儿，没有吧？家里谁吃饱撑的跟屎个浪同居啊？您别无事生非，您别那个，真是真八卦，好吗？不管男生女生啊，男生呢找媳妇呢，第一标准就是善良，女生呢找男朋友找老公呢，第一的就是要有责任有担当，这是最起码的啊。如不善良，其他的都甭谈。兰姐战力输出，剧情啊就像八点档一路死下去。但是啊，不止张莹莹放锤，心软不代表好欺负，儿子也端出番外篇。哎呀，兰姐这下脸都肿了。我们不要对任何人进行人身攻击，我觉得特别不好。那个谁谁谁所说的所有东西，不代表我的想法，不代表我的那个。太不祥了，性格太不祥了，我是巨蟹座的，和那种就张口就来张嘴就来的人太不祥了，我觉得。哎，我们俩长得像吗？太不祥了。